你的料子呢？我的料子好好给，好不好？都没看出让我好好给，品质有多高？看一下，哇，见光不死的紫，看一下，哇塞，这个紫看到没有？色是非常妖的啊！开了两个窗，看一下，哦，这边也有窗，下面还有飘花呢，看看，这里也有飘花，这里哈。像后江呢，它是铬元素、致色元素比较多的一颗敞口，所以后江呢容易出色料，像绿的呀、紫的呀就比较多啊，容易爆色。来，咱们压灯看一下哈，哇，你看这个荧光感。下面呢还有一个小圈口，看一下黄屋啊。来，这个上面是有一个小镯位了啊，而且后江的料子呢，它出货你抛光以后呢，也是比较方种方色的啊。像这个开窗面比较多，那它这个色比较容易化进去啊，那方种的几率、方色的几率就会非常大了啊。这块料子看一下，已经有一点化冰的迹象了，而且回光也快，看一下。你这块得要多少钱？我要这个斤斤价，最低价好不好？嗯，15万给你。15万？对。哎呦，你们这些料子品质可以啊，报价是稍微有点高，自己砍一刀。13万给你。13万给我少2万。还有2万少了。这个料子我就只看到小万啊。15000。不是这个小万的东西。15000。不是不是，这个不是小万的东西，姐姐。品质倒是不错的啊，一般紫罗兰呢，它俗话说是十春九木嘛，比较会容易干巴，没有水头。但这个呢，有水头的话，底子还是很细的，而且带一点点飘花，色中色的、啊、这个，加800，15000吧，行就收了，不要墨迹了。还想给你一个好朋友家，好不好？我也是新来的，买给你一个。考虑3秒钟，卖不卖？卖给你。给你加了哈 ，OK。卖。哇，这一个，姐姐的最爱，这个真的是姐姐的最爱啊，很贵气的颜色，看一下。